周琦回归辽篮大反转，西边名气透露内部消息，杨明或成大赢家。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我是阿三。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周琦的球迷看到，谢谢大家。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那么最近的周琦那些最新情况。大家知道目前的周琦呢，在澳洲那边的整体征战呢，应该说是相当不顺心。虽然说一开始到 NBL 的联赛那边呢，受到了重用，也在一开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不少球迷都觉得周琦能够在 NBL 的联赛大展拳脚，甚至之后能够争取机会呢，重回 NBA。但没有想到，因为最近他的一些犯规问题呢，让主帅对他是失去了信任。因此在最近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感觉周琦的整体出场时间呢被压缩了，并且呢已经是被冷落了这样的局面。那么目前呢，随着他们那边的赛季啊逐渐是进入一个收官阶段的话，那么其实也在外界传出呢，很有可能下一个赛季周琦不会留在 NBL 了。但是目前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也提到说呢，凤凰队虽然说他的主帅在此前没有给到周琦太多的出场时间，但是因为周琦啊在当地澳洲的市场呢受到很多华人以及留学生的支持，因此他的商业价值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考虑到这一点呢，很有可能凤凰队还是要有意留下周琦，最终呢就要看到周琦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了。那么另外一边，我们也知道 CBA 这边的话，其实对周琦来说呢，辽宁队是非常需要他的。虽然说本赛季辽宁队的一个整体阵容呢确实比较完善，但是下一个赛季朱荣正回去之后呢，就出现一个空缺的位置。如果说周琦能够及时回归加盟辽宁队的话，对整个辽宁队夺冠的一个征程而言呢，无疑会有一个最大的帮助。所以目前来看，可能很多球迷就关注周琦现在他的一些态度，包括他的一些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要不要去回归辽宁队，回归 CBA 的赛场呢？而从目前最新的媒体报道来看，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可能对周琦回归辽宁呢会出现一个大反转的情况。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可以了解到了，那么周琦在 NBL 联赛的队友李洪权呢，因为国外疫情的一些原因，考虑到国内有联赛要参加呢，他目前呢已经是正式启程回国，放弃了在 NBL 联赛打球的计划。这样一来，其实也就意味着呢，之后啊，周琦很有可能会效仿李洪权的做法，考虑到国外的各种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了能够在更多时候为国征战的话，他可能呢就会选择放弃那边不重视自己的市场，反倒回到国内呢继续去当一哥。对周琦而言，可能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我们也知道，根据此前这个名记导演我唐娜这样的一个媒体人呢，曾经在微博当中说过，他说呢，周琦之后一旦在下个赛季回归球队的话，回归 CBA 的话，不见得就必须要回到新疆队。那么他这番话在外界引起非常多的猜测，有不少球迷就觉得，很有可能如果说一旦不回到新疆的话，基本上周琦的下一个去处呢就是辽宁队。这样一来，到时候真的是周琦呢加盟了辽宁队，对杨明来说呢，无疑他就能够成为大赢家，对整个辽宁队来说，那么下一个赛季的争冠旅程就会进一步的加速，到头来呢可能真的是打遍整个联盟无敌手了。当然目前这一切情况也只是一个猜测，对周琦而言呢，也不排除他还想继续留在国外联赛去锻炼自己。毕竟此前他也曾经表示说呢，包括 NBL 的联赛，这些国外联赛比 CBA 呢可能强度更大，对个人球员的一些能力锻炼也更加大，他非常享受在这里的生活，也期待能够在这里呢更好的成长。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可能周琦也可能会留到这个继续留在澳洲这边打比赛，暂时呢不回到 CBA。当然其实我觉得不管周琦做出最终什么样的一些选择呢，肯定都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呢也希望他能够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呢，都能够充分享受比赛，去提高他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对于我们中国篮球，对于我们中国男篮的未来的成绩的提升呢，才会有更大的帮助。也希望周琦好好加油。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